鬼啦，出鬼啦！哎呀，你呀呀呀呀，冷静少少啊，样，唉，样真系好癫噶，黐线嘅佢，哎呀，好耐冇见咩？你使唔使咁嗨啊？啊，好耐冇见啦，好耐冇见，系咪啊 ？Goodbye 啦 ，Goodbye 啦。通常我起身梳洗完之後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會吸下我張床，因為你是不會明白為什麼一隻短毛的胎兒都可以甩到這麼鬼死多毛出來。見不見到這裡全部都是毛來的，大家不要見到個地其實好像白雪雪幾乾淨一樣，但是不是的，它是暗藏了超爆多狗毛。這個不是吸塵機廣告，但我真的想給大家看看究竟它三隻狗是可以甩出幾鬼死多毛。看著了，這個位置好像好地地一樣，然後你一開見不見到，見不見到一大堆，嚇死人了。阿 B 麻煩謝謝，是的， good boy 了。下一个要吸的目标就是这一只甩毛界的 MVP， 它是三只入面甩毛甩得最劲的一只。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它的毛是可以一年365日每一秒都在甩紧。这个是宠物专用的头来的，吸的时候它的样子都会变暗春。没的啦，是任人鱼肉的啦。你看轻轻一梳，吓死啊！连条尾都不可以放过，你看几恐怖！短短不够15分钟，我已经吸了这么大堆，所以不吸不得，我鼻咧真的会顶不顺咯。这个吸尘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戴森的吸尘机啦？它用用下咧，它入面有阵臭味啊 ，keep 有阵噏味啦，我唔知道可以点样清洁啦，因为洗极啊、抹极啊，佢都系有嗰种味咯。有冇人有戴森嘅吸尘机？可唔可以话俾我听，究竟系点样搞咧？可能系佢哋啲毒气太劲啦，吸咗啲臭毛入去之后，那个机顶唔顺咯。咁话说咧，因为今日我屋企人咧出咗去啦，然后都系我工人放假一日啦，咁所以咧今日就由我咧全程睇住呢三只嘢啦，咁可以俾大家睇下我同呢三只狗平时嘅日常生活系点啦。咁今日就开始啦。而家咧就要為各位仁兄食飯啦，咁就準備咗啲肉啦，呢個係雞肉嚟嘅，跟住呢一個濕皮文咧就係火羊羊，呢一個咧用紙巾包住嘅藥丸咧就係火 Rocky 嘅啲氣管藥嚟嘅。喂，未得噶，等陣啊！真係啊 ，Rocky 已經喺度吠，都未食得，未分好。咁佢哋咧就每人要食半盒嘅 ，Rocky 呢一个系老狗粮嚟嘅，跟住咧就可以落啲鸡肉俾阿 B 同埋阿杨啊 ，Rocky 都系唔好食肉啦，因为佢都真系太肥啦，俾少少啦，几粒鸡肉佢啦 ，OK， 杨杨食得，杨食啦，杨之 ASMR， 你食啦。是很鮮嫩的，吃得。這位仁兄是十分不冷靜的，叔 Walkie Walkie 這邊這邊好，我們琴青的一聲，它完全是不用一秒就會吃完的，全部快吃完了已經。阿 B 請你開始進食。這是 ASMR，系啊，你食啦，唔使你。Tiger 都系斯文少少，唔会食得太急。正喎，咪嚟飲水啦。啱啱佢哋食完嘢，當然鏟屎官就要出動啦。Tiger 已經喺出面啦。屙咗一篤新鮮出爐嘅噗噗啦，
我之前有跟大家說過，阿楊是會吃屎的，他會吃阿 B 的屎的，他現在就在這裡想趁沒人留意的時候就衝過去吃，那我就不會讓他吃的，但我就會給大家看看他是真的想吃的，給大家看看你是有多變態。等我現在扮看他不到先，扮擰著面，他就會衝過去的了。蠢蠢欲动紧啊！哦，你想食屎？你想食屎？你想食屎？捉捉你唔到！我话咗啦，佢真系会趁冇人发现嘅时候，佢就会冲去食屎噶啦！捉到啦，俾所有人见到，香港咁多人都见到你想食。你咪想食屎啊！你咪想食屎！哎呀，食屎啊！佢食屎啊！哎呀，好大只！污糟啦！哎呀，仲想食我添！哎呀，佢都唔知有冇掂过啲屎啊！头先，哎，唔玩啦，执咗啲屎去啦，快啲！阿蛋啊！哎呀，好臭啊！阿蛋啊！阿蛋啊！走开啊！放神！嗯，臭死！爆咗出嚟，吓死我！O K， 而家咧就可以嚟冲走下佢哋啲 V V 啦。成日咧屙啲尿咧屙到周围都系，咁就要冲一冲个地啦。如果唔系咧，就会好大阵尿味噶啦，成间屋都。其实大家谂下，如果每狗每日都屙三督尿尿，再加两督噗噗，即系如果你养三只狗，一日都要执九督尿尿同埋六督噗噗咯，真系执屎尿都执死人。系啦系啦，系啊系啦系啦，我搵咗 Tiger 入去我间房間，跟住佢已经 feel 到有啲唔对路嘅感觉，佢已经喺度吠。喂，唔关事啊，杨。咁咧，而家就要带佢去睇医生。OK， 出出出出出。OK， 何亚叔。哎呀，叔好重啊！哎呀 ，OK， 哎呀，喂，上去啊，放桶啊，放桶啊，阿哥。22啊，太行啊 ，OK 啊，咁就我哋带佢同佢打个支针先，冇乜问题嘅话，打完针啦，哇咁顺摊嘅，咁顺摊嘅，喂 ，Hello，Hello，Hello， 哎呀，你两个即刻系咁问，索下去咗边先，过嚟呢个，嚟啊！喂呀 B 呀，你唔好成日咁样，佢成日擒住阿叔，搞到阿叔就会趴低咗咯。你走开，你系咪想撩耳仔啊？我而家咧准备要帮 Rocky 清洁耳仔，因为咧佢最近只耳仔发炎。其实咧佢由细到大只耳都劲容易发炎啦，因为佢系呢啲长耳嗰啲狗仔成日咁样冚住噏住啦，系好容易发炎啦。呢啲洗耳水同埋药，你咪都想洗啊？你咪想洗啊？你唔好过嚟喺度搞乱档。而家轻轻用纸巾抹咗啲污糟油，我想讲系劲恐怖噶，会系黑色嘅，全部都系。所以就要 keep 住呢排咧，每日早晚都要清洁下个耳。佢其实都好乖嘅，虽然佢好惊，但系佢都好乖咁样。哦，我真。对，其实我每次喂只我都会觉得好震撼啊！所以啊，养狗唔单止系同佢玩，其实呢啲核突嘢都要做啊，真系。特别系佢老咗嘅时候，得啦得啦，你去揈啦，再揈啊，冇揈喺我度啊，你啲意思啊！我而家系出晒汗啊，得啦，之前系一滴滴咯。仲熱過去做運動啊！之前啊，我
可以啦，好攰啊！今日整咗咁耐，其實我都未同大家講點解 Rocky 要睇醫生啦。我覺得都可以同大家交代一下、分享一下啦。因為Rocky 嘅病歷咧，其實都幾複雜噶。咁首先咧 ，Rocky 就係一隻已經15歲嘅老狗啦。佢其實都已經老 at 噶啦。我哋成日講笑咁講，佢嘅生存動力咧就係食嘢咯。一有嘢食咧，佢就會彈起身啦。就算幾攰啊、幾冇精神啊，佢都一定會彈起咯。佢嘅身體咧都真的在这几年呢慢慢恶化啦，很多身体的机能都开始退化，其实它都几多不同的病痛啦。首先呢它是有心脏病的问题的，所以一路都要吃心脏药啦，气管都有问题啦，它成日都好像有少少哮喘啊咳这样的，所以都要吃气管药啦。它也有少少白内障的问题，还有呢有时候我们叫它都不太听到啦。以上所讲的一大堆东西大家觉得已经很复杂了，是不是？但其实呢最复杂最严重嚴重的一樣嘢咧，都仲未講嘅，咁就係大約2年前啦。咁我哋就突然間發現咧，佢個嘴生咗一粒嘢喎，就帶咗佢睇醫生啦。咁當時咧，醫生就將嗰粒嘢切除咗啦，然後 send 去化驗。咁化驗結果咧，就係話原來嗰粒嘢咧係一個惡性腫瘤，換言之咧，即係 cancer 啦。咁嗰陣時我哋都勁擔心啦，仲要咧醫生係話其實係一個比較罕見嘅 cancer 啦，同埋再加上佢咁老啦，如果你做一啲治療嘅話咧，其實可能佢會好辛苦咯，通常呢个情况咧，其实只系得翻几个月嘅命啦。点知其实佢就系好似奇迹一样啦，个粒肿瘤咧都冇再生翻出嚟啦。咁一路咧都健健康康，我哋冇做过任何治疗啊，而家就变咗已经系好好地咁样生活咗多2年嘅时间咯。所以我哋一路都觉得佢个名系冇改错，真系 Rocky 啊，打不死嘅 Rocky。所以咧，可能有時其實心態都係好緊要啦，即係佢過得開心啊，咁又食嘢食得開心啊，又有兩隻狗陪住啊，唔知點解就個病魔咧就已經消失咗啦，係咪啊？咁言歸正傳啦，點解今日又會帶佢去睇醫生呢？其實咧今日係純粹去復診打咗支針嘅啫。上個禮拜咧，佢就突然之間有一日啦，完全起唔到起身，行兩步就跌低咗。跟住又想起身，又跌低，哇！見到那個情景係勁心痛咯。咁嗰一晚點樣去廁所呢？就是我要揾一條毛巾啦，兜住佢個肚，逗住佢一步一步咁樣行出去屙尿咯。咁好彩，其實食完藥咧，打咗針之後，佢個情況已經係好咗好多。但係可能有時上落樓梯啊，就真係有啲論盡，或者上車落車，就真係需要人哋抱佢上去咯。但係大致上咧，都係幾唔錯啦。其實佢真係好犀利噶啦，每個見到佢嘅人咧，都真係講話哇，好叻！犀利啊，真系 Rocky 啊，你咪 Rocky， 而家去冲凉先啊，我而家都已经系发臭咯，我头又立啦，出晒汗啦，跟住佢头先啲耳屎，我觉得我成身都系，成头都系啦，去冲个凉先，哎呀。三姐又去到边嘅都跟住我。阿 B 小孩先，好香啊！呀，点解你咁香嘅？好傻啊你！有啲人咧系话好中意吸啲男朋友啊、女朋友嘅味道啦，因为系代表你真系好中意佢啦。但我系真系好中意吸阿 B 嘅味，即系代表我都好中意佢。有時咧，如果係出面耐咗咧，係會突然之間好掛住呢一種味道，就會好想即刻衝翻屋企去吸佢咯。Rocky 啊，同埋羊嘅味咧，我又唔會話特別中意吸嘅，因為羊咧 keep 住成日咧屙尿都唔知點屙嘅，屙到成身成腳都係啦，即係所以成日都會有尿味啦。跟住阿叔咧就會有一陣老人除啦，真係老人除，係唔知點解老咗咧係會自然散發嗰種味道咯，唯獨似阿 B 嘅味。真的很令人上瘾，它有种 BB 味的。哇，好犀利啊！阿 B， 你睇下，唔知我哋几岁？啊！喂，唔好咁激动先。Tiger 咧系劲识睇电视咯，平时咧只要我哋睇紧电视嘅时候，一有狗或者一有动物咧行过，佢就即刻咧会劲激动咁样去吠啊，癫啊！哎呀，系啦系啦，有个狗仔喺度啊！系啊系啊，依个 Walkie 嚟啊，见唔见到啊？佢好肉紧噶。
呦！哎呦哎呦！过嚟呀，样你唔戴噶？你系咪唔戴呢个？你系咪唔戴呢个？阿样，过嚟！哎呀，做乜啊？癫晒！嗱，又开始游水啦，又游水啦！喂，癫到唔好跑啦！哎呀，发晒啲，点解你而家变到咁噶样嚟？一人拖三只，纯狗师。OK， 行行行，以为好似好劲咁样攞住三只，点知如果系一行啊，就真系打晒胶。